相传盘古开天辟地后，四海八荒进入到了一场封神之战，天地一片混沌。周文王之子雷震子奉姜子牙之命前往青龙湖畔迎战文太师手下青龙王。青龙王与雷震子斗法中，被雷震子是用霹雳电光劈碎，龙鳞龙身掉落人间，化为宝藏。雷震子正准备取走宝藏时，突接姜子牙之命。青龙王乃是八部天龙，其法身破损，命雷震子就地封存，护其法身不得损坏。后人因青龙王宝藏封存此地，故取名为百宝寨。大家跟上，都不要掉队了。谁？出来！大家冷静。方组长，我们要早日找到翼王的军队，早日归队啊！还用你说？估摸着翼王已经进入四川了，而我等却还在湖北地界。想西行，大家跟上，说不定我们还能赶上。快！大家都跟上，不要掉队了。这是什么地方？有谁知道？方组长，我不知道啊。看来这是个迷阵，此地不宜久留。兄弟们，跟上我，快！不好！此地尽是凶险，大家小心！既经得起我的天雷，向你天意，我赐你金丹，授你玄妙解药，可保你万年幸福。我将封印你在此，永远保护宝藏，万万不可落入坏人之手。百宝寨的最后一个景点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小子没长眼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看你是故意的，两道活人站在你面前，你没注意啊？没事啊。我真没看见，我在车上眼睛总瞄着我女朋友看。兄弟，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吧？我在车上什么时候老瞄你女朋友了？再说了，她跟这事儿有关系吗？有关系，你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模样，不服气啊？算了算了，对不起啊，没事了没事了。他是看你漂亮，故意的。你说的那些什么话呀？来来来，大家请走近一点啦！各位游客，百宝寨的旅行到这里就全程结束了。我们现在呢就回去休息，明天我们就返回喽。什么？这就完了？不是说有野人吗？连个毛都没碰上。野人呐，他怎么可能会跑到我们这么多人中间来？他肯定是在密林深处呀，要往密林深处去探险。哎。说不准可能会遇到，就是我都想去找野人了，你们有没有跟我一起去的？真搞笑，可是又要去找野人的。哎，说实话，我也想去看看野人呢。兄弟，你不是开玩笑吧？要不我们结伴同行？哎哎哎，不要开玩笑了啊！我们还是先回去，回去了再说。回去之后呢，你们要还想去找野人，那随你们喽。反正那时候我没责任了。好。走了走了，走走走走了走了。兄弟啊，你真的对寻找野人有兴趣啊？对啊，从小就很感兴趣，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探险。第一次来百宝寨？对，第一次来。你跟着我走，能不能找到野人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可以包你发财是没问题的啦。什么？发财？百宝寨有一笔宝藏。宝藏？你开玩笑吧？这年头还有这种玩笑？你们过来啦，我来告诉你们。百宝寨里面有个神秘的野人谷，里面封存着上古时期的宝藏，几百年来没有人知道这批宝藏的下落。你说书呢吧？鬼才信你。妈的，老子地图在这里，百宝寨寻宝的地图。那你怎么知道这批宝藏的呢？其实啊，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一批盗墓者试图得到这批宝藏，但是遇到一股神秘的力量，所有的人都失踪了，只有一个人掉了队，他带着这个图纸回来了。后来这个人呢，他在临死的时候把这个秘密和这张图纸交给了他儿子。那他儿子呢？哦，他儿子全权委托我寻宝的吗？什么年代了还编这样的故事骗人？哎，你们在商量什么呢？他们在谈百宝寨里有宝藏呢。宝藏啊，野人可能有，宝藏肯定不会有。再说要是真有宝藏，你会告诉我们，会让我们一起发财？兄弟啊，那么多的宝藏，我一个人拿得完吗？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上车了。这样吧，你们如果相信我，你们晚上就来我帐篷里面详谈，你们自己来，不要告诉其他人，你们悄悄的来。故事就是这样的了，反正我是相信有保证的，就算是没有，大家去碰碰运气也无所谓的，是不是啊？我有兴趣，找到宝藏我就发财了，找不到也只当玩了一会，你说是不是？
万一有危险呢？哪有什么危险呢？没那么吓人的，好不好？那好吧，我也加入。不过，要是找到宝藏，得有我的一份。要是没有，我也不怪你们，就当我免费给你们当一回导游了。放心啦，保证绝对会有你一份啦。我一个人也要不完，对不对？那好吧，我也加入。你们去找宝藏，我呢，去找野人和探险，就当结伴同行了。行，就这样说定了。那我们明天就出发，直奔野人谷。现在也不早了，大家各自回家忙，早点休息啦。好。谁？谁在外面？哦，是我啦！我怕有邪，在你这里撒些硫磺粉，这些东西啊防邪。不用了，你早点回去睡觉吧。听那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你千万不要和他走太近了，小心他。干什么啊？别闹了，快睡觉。没事吧？谢谢啊。干什么干什么？你怎么抓我女朋友的手？不是兄弟，你别误会啊，他刚才绊了一下，我扶了一下，别多想。好了好了，远雄，他是在帮我，你别误会了。哎，你说这个里面真的会有宝藏吗？有没有宝藏我不感兴趣，但是我更希望遇到野人。我也希望。我也是，我家有的是钱，我才看不上这点宝藏。哼，等野人快点走，行不行？有个人，你没事吧？快，先救人吧！我带上纱布。咦，是他？你俩认识？他怎么来了？吴军，老子终于找到你这个狗东西，看老子不宰了你！玉娟，你冷静，你冷静。别打！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别打了。什么情况啊？见面就喊打喊杀的，再打我报警了啊！哎，不要，小事情，我欠他点钱而已。没想到这小子追到这里来了，小事情。遇见了，我答应找了宝藏会还给你的吗？而且双倍还给你，你小子至于这样吗你？哎，地图真是你的，还真有宝藏的事。没有我跑来做什么？难道我发疯了吗？哎，兄弟，你要不要找个木棍杵着走啊？哎，说说宝藏的事情吧。哎，要不这样呢？你们看他已经伤成这样了，要不就让他跟我们一起结伴同行呢？好啊。好啊，一路上听他讲故事，多有趣啊！
要不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歇业啦。这里挺合适的，那我们今晚就在这儿休息吧。是呀，歇一下了，我脚都走酸了。哎，手机都没信号了。是的，进来以后就没有信号了，手机都没有用。你是不是觉得于健和吴军都有点不太正常？对，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你在说什么呢？走，小燕，我包里还有很多吃的。玉珍啊，我们现在冒充游客和他们混在一起，我们不能再内斗了，以免引起他们怀疑。你看今天那个导游就差点报警了。你还好意思说你个狗东西，说好一起盗宝的偷老子鸡都想独吞，你小子够黑的呀。可惜啊，你不知道没有老子的罗盘，光靠地图你是找不到宝藏的。我一进这个野营谷啊，我的这个猪仙印就一直在闪烁，说明这里面肯定有古怪。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拿不到宝藏的啦，即使我有地图也需要你的主方罗盘定方位啊，要不然大家都拿不到宝藏。和你联手，你当我傻子吗？你是想偷老子罗盘吗？这样吧，这样吧，地图我还给你，宝藏你拿六成，这样你放心啦。七成，好，只要我们团结，七成就七成。妈的，追你一路，老子好久没有长混心了。那个导游和那个小妞不错，但搞到宝藏后，我们兄弟俩干了他们。啦啦啦，英雄所见略同啦，这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来来来，兄弟，喝酒。月兄，我们转转去吧，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小溪，洗个脸吧。你一个人去吧，我累了。哎，天这么黑了，我一个人怕，你陪我去吗？走吧走吧。他吗？刘远征，刘远征，救命啊！别动，你，放手！刘远征，你干嘛？你过来，过来！救命啊！放开他！别动！东哥，你站住！谁动，我打死他！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有枪？今天我就要这个小妞，只要拦我，老子就要他死！
别乱来，别乱来，放下。他喝多了，喝多了，顶住了，顶住，走了。看你这个熊样，喝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醉空回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肯定是你招惹别人了。我看你是水性杨花。郑哥，嗯，今天谢谢你了。啊，没事。我觉得吧，那个吴军和于健太不正常了。你明天可不可以送我下山先回去啊？那你男朋友呢？他呀，就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太不成熟了。你看看今天发生的事情，他还是要坚持寻宝。那行吧，那我明天一早送你下山。燃什么？怎么了？我刚才看到一个浑身长满毛、眼睛发着光的怪物从我面前闪过去了。那个怪物不会就是野人吧？野人？你做梦吧？你还以为真有野人啊？那个怪物长什么样子？你说具体点。跟一个人那么高，很壮，浑身长满了毛，眼睛发着光，我一叫他就不见了，走路跟飞一样。乖乖，还真有野人啊！我平时跟别人讲解有野人，心里面未必相信会遇见，没想到还真遇见了。那你以后再跟别人做导游的时候，又有话题了。也许，不过，要找到宝藏了，我就不做导游了。但愿你能找到宝藏，我能找到野人，这样我就不虚此行了。这个野人不是秦导游所说的那种野人，眼睛会发光，想必一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这个我知道，但比那种野人更神秘，你不觉得更有趣？他是不是会跟我们一样来寻宝的？哎，我看不会。他既然没有伤害我们，说明现在对我们还没有敌意。但是我们也要小心。这样吧，大家今晚上先回营地休息，我来守夜。我们明天再说，好吧？好。好。我就不跟你走了，这里太危险了。郑哥昨天晚上已经答应我，先送我下山回去了。还郑哥，就那么亲人，你干，你必须和我在一起。我不想走了，远雄。你不要忘记，
你爸已经破产了，只有我们家才能救你爸。小英，你要是走了，我们俩也就分手。你忍心看你爸一辈子的事业就这样灰飞烟灭吗？小英，收拾好了吗？我们出发了。郑哥，我不走了。啊？为什么呀？哎，小英，小子，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女朋友远一点。这一路我已经非常容忍你了，你要是再敢打我女朋友的主意，我就对你不客气。你不要多想好不好？你就不觉得这儿有危险吗？而且那个吴军还有于建，他们两个人动机不明，昨天晚上差点非礼了女朋友。而且又出现了神秘野人，你就一点都不为你女朋友安全担心吗？你少管闲事，管好你自己吧。我发现你真是幼稚，不可理喻。不要对我女朋友动心思，否则有你好看。前面就是鬼门关了，大家小心。鬼门关。是的，前面就是通向野人谷腹地的唯一通道。我们经过的山头可以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而他们四个的坐标全部指向这个关口。对，前面就是关口。你看那边有个天洞，也就是地图上面这个天洞。嗯。哇，这什么宝贝？够酷炫啊！别乱碰，这可是你能乱碰的。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物诛仙印，我们寻宝途中有可能什么都会碰上，有了它才能消除一切神秘的力量。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越说越神奇，这也太刺激了吧。那个刀在一直发光，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吗？算你小子有点见识，这说明这里有魔力封印，而且很强，此地不宜久留。知道这不宜久留还说那么多，不想活了。快跟着我往那方向走。哎，钱导游，我牵着你走吧。不用了，你带着我过吧。好啊，愿意效劳。妈，看不起老子，呸！来，哎，我牵着你走啊。不用了，你做生意是挺厉害的，这种路你能走好，我才不行。什么话，你小看我。我牵你过来吧，我以前是搞地质勘测的，这种路走得熟。好。不行，我看你就是找理由碰我的女人。说什么话，不就走个路吗？爬坡就爬坡，哪来都屁理由啊。人家说的是有道理嘛，别人是专业的，比你有经验啊。好了，别闹了，快先过去吧。来，我请你。来，谢谢。没想到这百宝寨副中心还有这么险的风景。是啊，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风景就越漂亮，这就是探险的意义。搞那么深沉干什么嘛，故作深沉。行了行了，快点走了。前面这片森林据说叫喜王森林，里面有上千年的落叶形成的沼泽，
快点啦！力量集中一点，那边两个，来，听好口令啊！一二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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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老子了！老子要死了，你们都别想得到宝藏！你什么人呐？好心救你，不感谢还骂人，什么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莫见怪哈，这小子估计吓傻了。我替他谢谢大家了啊！这样吧，我看现在这个森林里面危机四伏，而且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先搭个帐篷休息。今晚呢，还是我来守夜，大家好好休息。走吧。陈小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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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陈小莹，醒醒！陈小莹，陈小莹，醒醒！玉娟啊，地图给我。玉娟，你看。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翻过这座山，宝藏离我们不远呐。好，我用罗盘看看。那你看，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都在这里，宝藏就在这里了。哈哈哈哈哈！要不我们现在把那个怂包给干掉，然后导游我们俩好好享受享受。嗯，不要急嘛，我们两个人能拿多少宝藏，他们至少能帮我们搬一点的嘛。等宝藏到手，我们再……嗯，怎么办？老婆也丢了，怎么办？唔使惊，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啦，过了这座山就是宝藏。有了钱，要什么样的老婆没有？是不是？下车，走，跟我走吧。哎，走啊！哎，你醒了，郑哥。来，慢点。哎，没事吧？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来，你喝口水吧，先。其他人呢？我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哪儿。我们掉下山崖以后，就跟他们走散了。走散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只要顺着野人谷的方向，或许能碰上他们。怎么样？你还能走吗？那我们走吧，天快黑了。
来，慢点。走吧，慢点啊。郑哥。啊。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当然可以了。你人这么好，怎么到现在都没有谈恋爱啊？这可能跟我的工作原因有关系吧。我们单位里女的少，男的多。哦。然后就是我这个人高不成低不就，也不是个有钱人。女孩子不都是喜欢有钱人吗？也未必吧。那你不就是找了一个做生意的小老板吗？缘分吧。哇，这什么地方啊？好阴森啊！这里好恐怖啊！没事，走，我们进去吧，也许能穿过去。走。别怕，这些骷髅都已经成为白骨了，看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想，这些骷髅就是像我们一样走不出去，被困在这里的人。啊，那我们也会不会被困在这里啊？你放心，有我在不会的，我会带你出去的。只要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一定能找到出口。应该是文物啊，这该属于国家的呀。是啊，可是要是被玉剑和吴军他们发现了，他们肯定会偷走的，我们也阻止不了他们。是啊，可惜这没有信号，我们报不了警。看来只能我们先把宝藏藏起来，等我们出去以后再报警了。怎么藏起来的？我们是来旅游的，迷路了，不小心走到这里了。你们看见了宝藏？啊，但是你放心，我们不是来盗取你宝藏的啊。啊，对，我们真的不是来盗宝藏的。你别伤害我们。我封印在此几百年了，你们中有人是来盗取我守护的宝藏的，我不能让他们离开这里。
快走。如果你们把这里的秘密说出去，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还有，你们的同伴正朝这里走过来，你们得引开他们，否则你们都会葬身于此，就是耗子一样。好，一定一定，只要你别杀我们。想当年，我追随翼王南征北战，从天津一直杀到这里，何等的威风凛凛！可是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和翼王走散了。谁？出来！我和我的士兵不小心闯入了雷震子布下的守护青龙宝藏的禁地。你放了我的兄弟，我是你逃的，有本事冲我来！啊，狗四，好了，你们怎么了？却被封印在这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几百年呢？几百年了！你们快走！天哪，太吓人了！原来真的还有野人啊，而且野人还会法术。那个雷震子，他不是那个什么《封神演义》里面的那个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竟然真的会有野人，而且会有宝藏，这竟然都是真的，竟然被我们误打误撞给撞见了。是啊，原来吴军说的是真的。我要是没有亲眼看见，我都不敢相信，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太神奇了嘛！哎呀，郑哥，我真不行了，我刚吓坏了，累死我了，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会儿吧。好吧，我看那个野人也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前面不远处就应该安全了。我们就在那儿休息吧，我去捡点柴火，我们明天一早再赶路，好吧？走吧。远雄，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一对孤男寡女睡在这荒山野岭，什么意思啊？你这话说什么意思啊？这荒山野岭的，你要我跟狼睡一起啊？掉到山沟里你也不救我，一见面就跟我说这种话，我们以为你们完蛋了。哎，你们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掉到山下以后，顺着山谷就走过来了。你干嘛了？拿这个做什么？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过宝藏洞？诛仙人都感觉到你们身上的神秘力量了，你们肯定见过那个神秘野人了。哇，那个野人法力高强啊，他把气息都给掩盖了。罗盘只能带到这儿了。幸好这两个狗男女误打误撞，竟然找到了宝藏洞。哎，老天要让我们俩发财呀、啊！我的诛仙印能消除他的法力，你们两个给我带路，走，我们去找宝藏。哪有什么宝藏啊？我们回去吧。是啊，我也想早点回去了。你发什么疯啊？找了宝藏就发财了？不行，
那是属于文物，擅自盗取文物是犯法的。你以为你谁呀？还文物？走啊，带我们去啊！我才不去呢！郑大哥说的对，那是文物，我们要通知警察。一口一个郑大哥，你俩是睡过？反正你女朋友和这小白脸睡过，让老子来教训一下他，看他带不带我们找宝藏去！走开！别动！来，救我！干嘛？救命啊！别杀我！我家有钱，你要多少钱，我要把刀给你，只要你别杀我，行吗？瞧你这个熊样，老子是来找宝藏的，瞧得起你那几个臭钱？我可以帮你们把宝藏啊，还可以给你们当挑夫啊。等一下，住手！只要你们放了小英跟其他人，我带你们去找宝藏。算你小子识相，玉剑，先把他们捆起来再说。居然用对讲机发求救信号，看我不弄死你！陈德勇，你们如果再敢伤害我们其中一个人，我就绝对不会带你们去找宝藏的。我告诉你们，刚才求救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如果你们不抓紧时间的话，很快就有人上来了，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好，只要你们肯合作，我保证不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人。走，小心！我感觉这个怪物就在我们附近。啊？你能打过他吗？放心，这个可是我祖上世代流传下来的宝物，就是这个怪物，你叫一边看着吧。啊！野人，野人！这个本事，你活了几百年，今天就是你的时期。诛仙刃厉害呀，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儿。怪物，死期到了。
会记住你的。别动！快，你们快过来帮忙，把他绑起来。小英，我来搬命。来，绳子。妈的，你个狗东西！看你想救我女朋友，看老子今天不打死！喂喂喂，你能收到吗？我不再是你女朋友。小英，帮我看你身上有没有受伤。你离我远点！我都跟你说了，我不再是你女朋友了，你听见了没有？有信号了，有信号了，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过来。真的，太好了，终于得救了。郑哥，我终于和这个懦夫分手了。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早就应该跟他分手了。你们，我没来晚吧？没呢，我刚下火车就赶过来了。你看你出差这么久，胡子都不刮。哦，哎，你先别笑了。今天王博士这么着急叫我们过来，是什么情况？那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先过去看看吧。走。你笑什么？看你那个胡子，我呀，看你现在倒挺像个野人的。还野人呢？哎，我跟你讲。我跟同事说我们看到野人的事情，他们都不信，他们说我就是进山捡了个文物上交了，瞎编了个故事而已。其实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心有余悸的，但要不是那次探险，我也就没有机会认识你。是啊，我也没有机会认识你了。森林里面是吧？哎，王博士，你好。你好，你好。这次邀请二位过来的主要目的是想邀请二位做咱们的这个特聘讲解员。特聘讲解员是这样的，二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并上交上来的文物啊，经研究人员表示特别有价值，正在紧急修复中，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都是二位的功劳。哦，这个应该的，应该的。文物呢，它不属于任何人，它是属于国家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这个下个月啊会举办一次这个文物的一个宣传展示活动，想请二位过来啊，把这个发现文物的历史故事讲解一下，为大家宣传一下保护文物的这个意义。啊，好的，王博士，我们一定支持这次活动，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那太好了，那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吧。好，走。你们的资料啊，我觉得你们的经历真的是不可思议。是啊，我们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对啊，前面咱们有一个类似于国家宝藏的一个展馆，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好。